我是云门二郑中龙。美国的社会学家问日本的神职人员说：“你们宗教的哲学或者是意识形态是什么？”日本的神职人员摇摇头说：“我们没有那种东西，我们跳舞。”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以台湾传统庙会为背景，创作充满台湾文化的舞作。来，小时候只要有什么哪一个神明生日啊，是，我们就会有绕境活动，很热闹。对，然后我妈妈就一定会拉我去巷口看这个东西，她说这是你的文化，你要注意看。我希望把那些我所看到的台湾庙宇的感受，各种颜色，然后那种香的那种气味，那些借由舞蹈跟舞台设计把它呈现出来。本周异想世界专访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，邀请你到云门新家看山、看海、看表演。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